以喎、啊，咁樣，即係今日我就係咁嘅心情啦，即係凍同熱之間咁樣，咁啊，求主幫助我哋冇不冷不熱啦嚇，咁跟住咁都俾我抽到水。好，咁啊我哋今日嚟個題目叫做好簡單五個字，一齊讀好嗎？一二三嚟。好，明唔明啊？明啊，係嘛？泳師哥啦，係嘛？明，自己翻睇唔係。咁啊我要唔係叫認罪，我要澄清先嘅。其實呢個題目咧都唔係我諗嘅，呢個題目係我神學院老師諗嘅。咁啊，即係多謝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好想去分享咧《約書亞記》嘅第七章。今日我都有少飆汗，好需要你幫我配合，因為其實望下今日幾多經文，哇，係好多啊咁樣。不過有睇《約書亞記》嘅人都知道，有冇人睇過《約書亞記》㗎？可唔可以舉手啊？咁就主，你要知道《約書亞記》就係咁噶，你可唔可以將一張剷開嚟講啊？係唔可以嘅，點解咧？太複雜，同埋係一個故事嚟噶嘛，所以係唔可以剷開咗嚟講嘅。咁啊，但係咁就算啦，我哋一齊試下好嘛？而家42分啦，我心喺度個秒鐘喺度喐嘅時候，我心喺度跳咁啊。咁啊，我哋一齊預備好未啊？你有極度專注啊，好嘛？又係頭10分鐘聽唔明就唔明啊，10分鐘俾我好唔好？OK， 我一齊祈禱，主啊，你幫助我哋，讓我哋一齊去明白你嘅話語。主啊，讓我哋今日帶住一個喜樂嘅心。你話喜樂的心乃是良藥。主啊，你喜樂嘅心咧，俾我哋唔會瞓覺，俾我哋咧會有喜樂，俾我哋能夠明白你嘅話語，俾我哋知道原來天父你好想我哋贏。主啊，你今日咧就祝福你嘅話語，因為你嘅話語係活潑嘅，係有果效嘅，係兩日嘅利劍，要剖開我哋嘅心思意念。主啊，你以你嘅聖靈嚟到咧去進入我哋心裏面。因為你話你嘅聖靈就係真理嘅聖靈，要帶領我哋進入一切嘅真理裏面。主啊，祝福我哋，多謝你透過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咁啊，主，我已經幫你咧喺呢26節咧係分咗段噶啦。咁樣，我嗰次同阿 Sarah 傾，咁啊 Sarah 喺度 Sarah， 我驚講錯啊嘛，係咪？咁啊大 Sarah 啦咁樣，咁啊我已經同 Sarah 傾，跟住話你神學院讀書點噶？佢話好好啊，全部都讀聖經㗎咁樣。跟住我話你點㗎？要學分段。跟住佢就話：你都係呢啲人嚟㗎啦，因為上次聽你哋講道都有分段嘅。其實嗰次我第一次分段嘅。咁話俾你講完，我覺得講道要分段，所以我今次都分段。咁啊我要幫大家咧將呢26節嘅經文咧，可唔可以幫我睇下分咗幾段啊？5段，冇錯。咁我哋一齊讀個標題先好嘛？第1至5節，戰敗於艾城。第2段你幫我讀好嘛？咁即係佢顧名思義啦，邊個打仗啊？約書亞打仗，佢攻咩城啊？艾城。咁啊，打贏定打輸啊？打輸。打輸之後，第2大段佢講佢反應係點啊？埋怨神啦，好簡單。第3段你幫到好嘛？耶和華嗰度係啦，冇錯，佢就埋怨神啦。咁神就會講嘢噶嘛？佢話你做乜埋怨我咧？其實係你自己。嘅以色列家裏面有人犯罪，咁啊個人咧，你可唔可以幫我睇第1節嘅第2行，中間間住有2個中文字叫亞咩啊？亞干冇錯，唔係亞千喎。OK， 如果你讀到亞千，你要配眼鏡啦，係亞干。OK， 一齊讀多次亞干。咁亞干犯罪係約書亞記好出名嘅一個經文啦。亞干犯罪就令到成個以色列家都係戰敗咗啦，所以我哋嚟到第4大段喎，可唔可以幫我讀下1、2、3？亞干無奈之下認罪，咁咧神就叫佢你要揾翻邊個人犯罪。亞干原本匿埋咗嘅，結果神知唔知道係佢啊？係知道佢啦，俾人捉咗痛覺，佢嘅反應就係無奈之下做咩啊？認罪啦。OK， 咁就轉第5段，你幫我讀好嘛？第五段嘅標題1、2、3。係啦，亞干撞於亞各谷，冇錯。亞干咧就最後俾神審判，撞喺一個地方就叫做亞各谷。咁啊明唔明？明啊 ？OK， 大概框架明啦，個故事。咁我哋盡心嚟睇啦。咁咧喺咧第1段咧第1至到第5節咧，我讀啦，好快。以色列人咧把當滅嘅物咧之上，在當滅之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太支派的這個叫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發作了，神就好嬲啦。第2節，當下約書亞就從耶利哥打發人往這個地方的艾城，吩咐他們說：你們上去窺探那地。他們就上去窺探那地。第3節，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裡就跟他們說：
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幾多人啊？冇錯，兩三千打仗嚟講係好多兵定係好少兵咧？好少兵，點解約書亞會覺得咁少兵就可以打贏呢？因為佢有解釋嘅，你們上只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裡的咩啊人好少，即係好簡單，你攻一個細城，咁就要多兵定少兵啊？小兵冇錯啦。唔係飲嘢喎，小兵。第四節，於是民眾約有三千人上去，就竟在艾城面前、麥城人面前逃跑啦。即係佢打贏打輸啊，打到輸，輸到一撲一碌啦。第五節，艾城嘅人就擊殺咗佢哋36人。於是最尾講，眾民嘅心就都乜嘢起來咧？消化起來，消化起來，明唔明啊？有冇唔明嘅？消即係你個心消化咗，有冇唔明嘅？你明白的，即是你考試拿到份卷不合格，哇，你的心都消化了，那這個叫消化。那第六到第九節了，剛才講就打敗了，打敗了，因為他說要兩三千就可以打贏艾城的了，結果打敗仗。第二段第六節，有書亞就撕裂衣服了。撕裂衣服不是因為他太熱，撕裂衣服是代表他太過痛心，在神面前很迫切，是的，要很迫切尋求神的意思，他們就會撕裂衣服。因為舊約的人是很喜歡做一個外在的事去代表他內在的心情，他撕裂外在的衣服是代表他的什麼被撕裂呢？沒錯，我這麼厲害的，你們內在的心是撕裂。第七節，於是約書亞就說，主耶和華，你為什麼領我們百姓過約旦河，要我們將我們交在敵人的手裡面，要我們滅亡呢？主啊，我們現在在面前逃跑了。第八節，我們有什麼說話好講呢？如果那人都聽到我們被滅絕的話，第九節，那你為你的聖名可以怎麼行呢？約書亞的意思就是說，主啊，你帶我們過了約旦河進去應許之地，如果我們死了，那你的威名、你的名聲未被人褻瀆咯，這樣的意思。第三段，耶和華就回應了，咁啊，約書亞就埋怨神啦，神啊，你做乜搞到我哋咁啊？做乜使我哋滅亡啊？第十節，耶和華就對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什麼俯伏在地？幫圈住俯伏在地好嗎？俯伏在地。OK， 幫我圈翻頭先第六節嘅撕裂衣服好嗎？撕裂衣服。好，你而家圈咗兩樣嘢，就係撕裂衣服同俯伏在地。跟住以色列人，神就話啦。以色列人，你們犯罪了，取了當滅之物，行詭詐。第十二節，因此敵人，以色列就在敵人面前站立不住。一起講，站立不住，站立不住，即是你面對那樣東西，那樣東西是勁過你，例如你的某些科的考試，你 MES 考試，你在 MES 考試之前站立不住，即是你死硬了、okay？ 你們若果不將當滅之物在你們中間除掉，一齊講除掉啊！好關鍵，除掉嘅結果就係有翻神嘅咩咧？十二節，冇錯，除掉結果就有翻神嘅同在。如果唔除掉，有冇神嘅同在啊？冇 ，OK， 好關鍵。第十三節，諸事叫百姓自潔，將你中間除掉。如果唔係咧，你就喺敵人面前站立不住，跳落甚至啦。被取的人呢，有當滅之物在他裏，他和他的所有都要被火焚燒。一起講焚燒，除掉的方法是焚燒，即是說是燒到一乾二淨，完全的除掉。第三段、第四段，亞干呢就無奈之下認罪了。神就說，要約書亞說，你今天整個以色列民族要自潔嘛，要什麼一個動詞，什麼掉啊？除掉，除掉就有什麼神的什麼同在。咁以色列就唔係約書亞就照做啦。所以第三個你要降低嘅第十六節，於是約書亞就清早起來，幫我間住清早起來。你好早起身去做一樣嘢，代表呢件事喺你嘅心裏面係咩嘅位置咧？重要。OK， 例如近排我翻早禱會，唉，有一日9點幾就瞓覺。好耐未試過，我諗5、6年未試過9點幾瞓覺，因為第二日係5點鐘起身翻早禱會，咁所以代唔代表我重視早禱會啊？
代表好早起身。所以清早起來代表好重視。約書亞好重視翻神俾佢嘅回應同埋對策，佢就清早起來啦。嗱，我跳啦，你自己睇十八節。於是就抽籤，抽到猶大支派嘅亞干，十八節最尾嗰兩個字亞干。跟住咧就問佢：你唔好隱瞞喎、哦。第十九節話：你唔好隱瞞喎、哦，要去認罪喎、哦。第二十節，亞干回答約書亞說：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我所作的事如此如此，即係咁啦。OK， 有一節。點解呢？因為呢我就貪愛呢啲嘅物件，便拿了過去攞咗呢啲嘅物件啦。咁啊啊，於是咧就佢就亞干就承認佢嘅罪啦。最後一段啦，第五段，亞干就葬於亞合谷。於是咧第二十二節，約書亞就打發人跑到亞干嘅帳篷裏面，發覺真係收埋咗件衫喎。於是就拎出嚟啦。第二十四節。約書亞就與眾人將亞干和那銀子，那一齊讀好嗎？一二三，和那銀子一齊讀，一二三，和那銀子、那件衣服、那條金子，並亞干的兒女、牛、驢、羊、帳棚，以及他所有的，都帶到亞各谷去。廿五節，約書亞說：你為什麼連累我們？幫我揀住連累好嗎？你點解連累我哋咧？點解累我哋咧？拖人後腿咧？於是以色列嘅眾人就用石頭打死佢，將石頭扔在他旗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係用火焚燒他所有的。於是咧，二十六節，眾人就喺亞哥身上堆了一刀石頭，直到今日。於是耶和華就轉移，一齊講轉移啊嘛。轉移不發烈怒了，因此那地方就叫做亞各谷，直到今日。最尾括住一齊讀好嘛，一二三，亞各谷就是連累的意思。嗱，我少解釋一下，喺最右邊嗰幅圖咧，見到有兩個中文字叫是那，見到是那。嗱，你翻去睇啦，我唔記得邊節啦，係啦，唔抄啦而家。原來咧，廿一節。他說我所奪的財物中看見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喎、哦、，OK， 嗱，示拿就係當時巴別塔隔離一個地方，而即係當時古時期大概巴比倫嘅一個地方。咁巴比倫呢個帝國係仲未興起嘅，但有冇人聽過巴比倫呢三個字啊 ？OK， 巴比倫冇錯，巴比倫呢個地方咧係當時古時裡面最繁榮嘅一個城市嚟嘅，巴別塔，因為嗰時好似好大嘅塔。當時士東呢帶嘅地方咧，係當時最繁榮嘅地方嚟嘅。OK， 神就點樣去明點解咧？亞干犯罪咧？咁我少少交代個經文背景嘅。原來咧呢、這個經文就講到神帶領住約書亞去打仗，咁佢哋就過約旦河，照入應許之地打仗啦，係咪？咁入應許之地咧就係象徵咗神俾佢嘅產業。約書亞作為一個領袖，就帶領住全部嘅以色列人入去。但他們打的第一場仗並不是今天講的第七章，他們打的第一場仗並不是今天講的艾城。有沒有人知道他們打的第一場仗是什麼城？三個字，耶利哥城，沒錯了。他就去打耶利哥城，打耶利哥城的時候呢，他就、即是得勝啦，應該會被他方打看，他就贏了。但神就吩咐他一樣東西，打耶利哥城的時候，因為這個城是污穢的，所以你在中間拿到任何的財物都不可以偷偷地拎回家。所以打艾城的時候，打完耶利哥沒有？打完了，是不是第二場仗是艾城嘛？第一場仗耶利哥打完了，打贏還是打輸？打贏了。結果亞干就犯了一個神叫他不要犯的罪，就是偷偷地拿了什麼呢？叫當面之物。神話那些東西是不給拿的，但是亞干就偷偷地拿了，而整個以色列就打第二場仗了，結果就輸了。 OK， 清不清楚？ OK， 清楚。 OK， 清楚。那我們來了，原來呢、這個就是示拿，咁呢個就係巴比倫塔啦，即係網上查到嘅圖片啦。我想表達就係舊時一個好繁榮嘅一個示拿，喺一個嗰咁繁榮嘅地區。所以一個咁繁榮嘅地方，嗰啲衫靚唔靚啊？好靚喎！
即係你話哇，我可而家而家邊度嘅衫靚㗎？你哋覺得咩國家㗎？韓國咯，係啦，韓國啦。OK， 咁啊誒，即係我聽思思講，佢話我問佢日本同韓國，佢日本係嗰啲叫咩？即係仲係堅持己見，固步自封，死不悔改，仲係仍然行佢嘅路線。但人哋已經喺韓國嘅嘢啦，日本仲係咁樣咁樣。每次得罪咗，要中日本嘅弟兄姊妹。所以好興啦，韓國啦。OK， 哇，韓國最 in、最潮、最靚嘅衫啊，香港冇得買㗎。哇，攞件啊，哇，韓國最好嘅護膚品啊，我攞啦咁啊，咁啊攞咗咯。咁啊攞咗神就話：我唔俾你攞，我唔想你攞。經文故事就係咁啦。咁咧夜睇下先，咦，係啦，呢度成笪咧橙，即係深色咗，橙黃色、黃色啦，米黃色啦，米黃色咧就係成笪叫做應許之地嘅。咁我想俾你知好大笪嘅啫， okay？ 你都要信我啦，大大笪，因為我整出嚟。咁啊，嗱呢個咧就係叫耶利哥城啦。耶利哥城你見到有幾多個牆啊？兩個，即係話你係我真係讀唔到，我讀日文啫。見到啲人仔啊！都見到啦，係嘛？咁啊，人仔哇，好高啊，超高嘅喎，即係哇，喺三四層咁高嘅喎。其實你要攻第一個城牆已經非常之難嘅，但係你企喺度攻緊第一個城牆嘅時候，人哋已經第二個城牆射緊箭抌緊石頭，你死硬啦。咁所以我想講耶利哥係一個非常之難攻取嘅城市嚟嘅。但係咁就主神就利用一個方法啦，佢哋繞城啦，神就幫佢哋咧即係去擊敗咗咧耶利哥呢一個嘅城牆啦。OK， 咁啊。呢、这個就係咩咧？嗱，呢個約旦河啦 ，OK， 中間約旦河呢個地方，咁咧耶利哥咧就係、是、嗱 ，OK， 嚟多次，我哋嘅右邊，我嘅右邊係叫東定西啊？東，冇錯，我嘅左邊係叫東定西啊？西 ，OK， 咁所以過約旦河係由河西過河東啊，定係河東過河西咧？哇，叻喎、啊！真係河東去河西嘅，所以佢哋就喺度即係講得粗俗啲，夾下啦，啊觀摩下。佢哋咧一開始就哇，真係好細粒，我圈俾你耶利哥就係嗰粒嘢啦。好嘅，咁你住佢攻陷咗耶利哥之後咧，然後佢就要攻取艾城啦，隔離嘅啫，即係第一個攻取耶利哥之後艾城。如果佢哋能夠攻取埋艾城係好關鍵嘅，因為佢哋就會穩佔中原一帶。哇！然後咧，佢哋就可以先嗱，整個約書亞記係先攻取中原，然後先攻南，後攻北嘅一個嘅策略嚟嘅。所以咧，呢、这個就係當時佢哋打仗嘅一個嘅背景啦，係咪？咁啊，神就叫佢唔好貪戀啦。咁啊，呢個亞哥啦，係啦，嗰件士男衣服啦，係啦，紫紫地嗰件我諗係啦。咁啦，所以佢就貪戀啦，亞哥貪戀呢、这個衣服。OK， 神咧就可以審判佢啦。呢、这個就係經文大概嘅背景 ，OK 啊？你明白就好犀利噶啦，不過怕你噶嗰、那個，我哋正式開始講到啦。Yes， 第一點，神好想我哋贏。哇，講到好熱，翻返嚟。神好想我哋贏，但係約書亞係輸咗。神本身一開始將成塊地俾你，已經想你贏噶啦，就好似耶利哥第一仗，神已經想你贏噶啦。艾城神想唔想贏啊？神想佢贏，但係點解佢輸呢？第一個原因係。即使他們失敗仍然懵然什麼哇你真是醒啊捉到我的心意他們仍然懵然不知的其實你捉不到我的心因為你中文靚啫我自我安慰一下 OK 第三節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裡就對他說中文都不必上去的兩三千搞定的就可以上去攻取艾城的了不必勞累中文都去因為那裡的人少我幫你翻譯一下教會祈禱會不用個個去的嘉敏和阿 Ring 兩個夠的了為 VF 祈禱組員不用去的組長去就可以了看聖經不用看那麼多的我有輕看兩次就可以了祈禱我借飯祈禱夠的了明白我說什麼不需要那麼多的不需要浪費了你祈那麼多禱你沒有時間溫書你看那麼多聖經你跟這個世界隔絕了你跟呢個世界失去聯絡啦！我係咁樣諗，弟兄姊妹，原來佢哋點樣會失敗呢第一樣嘢喺二十六節裡面，佢哋幾時先開始祈禱呢打仗前、打仗後啊？
呢個唔係你嘅寫照啊，弟兄姊妹。你衰咗先祈禱喎，神話我一早想你贏，不過你喺做嗰件事之前，你冇祈禱好。喺第一段冇任何一個祈禱嘅字，第六節佢先嚟撕裂心腸。呢個咪我哋嘅寫照咯，我哋唔揾神，結果考試衰咗，學校衰咗，比賽衰咗，咩衰咗都好。主啊，你做乜搞到我咁啊？做乜你令到我唔合格啊？做乜你咁樣咁啊？其實你估神同我哋講咩啊？我一早就想你贏啦，你唔揾我啫。你一早揾我，你使唔使搞到而家咁咧？到你搞到而家咁，你會唔會自我反省啊？唔會嘅，我哋會怪邊個啊？神咯、啊，你喺我哋生喺呢屋企裏面，我爸媽咁對我，唔錫我嘅，神咯、啊。我學校咁嘅，神你嚟我後邊間學校咯。我啲同學咁嘅，老師咁嘅，隔離班個老師教得好好，我個班個老師教唔明嘅。神你做乜要入呢班啊？其實神一早上嚟贏，係你冇去依靠佢。以色列人嘅問題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其實我哋嘅問題都係點咧？高估咗自己嘅能力，我哋以為自己唔會跌倒，但其實我哋就係跌倒。喺彼得前書咁講，不過一齊讀好嘛？彼得前書第，冇人啊？真係唔好意思，我讀俾你聽，你幫我抄低。彼得前書五章第八節，彼得前書五章八節，務要緊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敲叫的咩啊？識背嘅你哋，如同敲叫嘅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我是試過經歷這個經文的，即是說我們會有種感覺告訴我們沒事的，但是我們要學習一件事，原來在你第一點先，其實沒有禱告的信心是傲慢。在頭六節裡面，約書亞打艾城，他未知道打贏打輸之前，其實我想問約書亞有沒有信心啊？好有信心喎、啊！哇，好有信心啊！你翻嚟祈禱，神與我同在啊！但其實你冇祈禱喎、啊，阿弟兄、阿姊妹，點解你覺得神與同在嘅？我有信心啊，神會陪住我噶。其實沒有禱告嘅信心唔係信心嚟噶，係咩咧？傲慢，係自己呃自己。呢、這個會唔會係你嘅寫照啊，弟兄姊妹？第二樣嘢喺屬靈真理裏面。不要被你的感覺欺騙，要用神的話語去衡量你環境的安全。如果你的感覺多良好都好，如果神的話語告訴你，你要小心、啊、你要謹慎、啊、你要警醒、啊、請你不要被你自己的感覺壓了。2016年裡面你會覺得自己讀不讀聖經都沒所謂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提醒你不要讓你的感覺壓了你。2016年你覺得其實我都挺愛主的，我都挺屬靈的，我都冇乜嘢噶，弟兄姊妹，唔好用感覺壓住你。我哋嘅問題係自我感覺良好，我都唔係好差啫。我真係試過，翻教會都冇乜問題。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我得閒都有聽下詩歌啊。自我感覺良好，神要提醒我哋唔好俾呢啲自我感覺壓住你。你唔係用你嘅感覺去話俾你聽，你覺得自己屬靈長大好唔好？係用神嘅話語。可能你會 我記得很有印象，一次有教會弟兄領袖來的，他跟我說一件事，我想鼓勵大家今天都叫回得齊人，我想鼓勵你不要輕易去停止聚會，不要輕易去不回崇拜，因為弟兄說了一件事，我絕對覺得人性的觀察，你習慣不回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你習慣不回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你習慣不回第二次，你會更加容易找習慣不回第三次，你習慣不回第三次，最後連影都沒有。有沒有見過這些人？有。你有沒有很肯定自己不會成為這些人？不要這樣想。我基本上由回港九到現在很極少，除了病我不會不回崇拜，好像真的要回崇拜，真的每個禮拜要來回崇拜，因為這個是一個中心的表現，當然沒得個學回來了。不要輕易去看待、我都有讀一下聖經啊，我都有什麼，不要那麼輕忽，
我其實都比其他隔離嗰個基督徒，我讀識多少聖經啊。我其實祈禱都有祈啊，臨瞓前唔好咁輕忽，好冇？神要提醒我哋唔好去輕敵，唔好去輕視。神要提醒我哋唔好有呢啲僥倖嘅心態。神要提醒我哋唔好太高估自己聖潔嘅能力。有一啲嘅嘢，神唔想我哋玷污，唔想我哋掂。但係你掂完，你會覺得主啊，我掂咗一笪一滴墨水落塊面度啫，少少污糟。但係隔離嗰個成個頭攰落過去個垃圾桶裏面喎，佢仲污糟啲啦咁樣，所以我都幾好。千祈唔好咁諗，污糟嘅嘢會污穢你，因為神話要除掉，你就會有翻神嘅咩話同在。神話要將一切嘅燒咗佢。因為你只要有少少嘅嘢，就污穢你同神嘅關係。第一樣嘢係我哋失敗都懵然不知，所以我想鼓勵你弟兄姊妹，2016年裏面你唔好有一種自我嘅感覺良好。調翻轉聖經話，我哋要恐懼戰驚嘅去回應神，即係話主啊，我真係唔夠啊！主啊，我真係好驚得罪你啊！主啊，我每日都要求你俾我智慧。主啊，我好驚我唔夠祈禱嘅時候，我就會驕傲。主啊，你幫助我啊！主啊，我真係唔掂啊！一起身就咁祈禱啦。臨瞓前就主啊，我唔知會唔會夜晚跟住臨瞓又會得罪你啊！主啊，你幫助我保守我啊，讓到我聽朝瞓醒我都要持守喺你裏面啦。主啊，我真係上網之前祈個禱啊！主啊，我唔知我上網一間唔知道會睇下睇到啲乜嘢啊！主啊，你幫助我啊！你出咗去嘅時候，為你個口祈禱啊！主啊，我真係一陣嗨嗨地，又唔知講錯啲咩啊！主啊，你保守我嘅舌頭啊！神唔係叫呢個叫騰雞，神係叫呢個叫做謙卑。調翻轉，人覺得好有信心嘅，其實係傲慢，其實係唔需要神，其實係當神無道。第二樣嘢點解我哋會輸呢？係因為驕傲使我哋輸咩啊？輸不起。約書亞佢點樣會打敗仗？因為其實佢自己連打敗仗都唔知道，所以佢衰咗落去。如果知道自己會打敗仗嘅，佢會警醒，佢會緊守，佢會求問神，佢唔會打敗仗。你2016年點解會有突破啊？就是因為你知道自己需要神，你就會突破啦。如果你覺得自我感覺良好，你唔會突破嘅。第二樣嘢點解我哋會輸咧？係因為驕傲使我哋輸唔起。喺第六節。剛才見你間了三個動作在你筆記裏面，在這個經文裏面，約書亞經歷了三個動作。第一個叫做撕裂衣服，一起說撕裂衣服。第二個是俯伏在地，俯伏在地，一起說。第三個是你習慣了的，叫什麼？沒錯，稱讚起來。弟兄姊妹，你要祈禱，這個就是你的成長過程。首先你好像約書亞經歷到，主啊，我跌在一個患難裏面，主啊，我的生命搞到這樣的，現在我的生命咁唔夠你嘅，我的生命咁唔夠你嘅平安同在嘅，你就去撕裂啦，你就去迫切嘅尋求神啦。當你迫切尋求神嘅時候，你就會俯伏。主啊，你話點就點啦，你嘅對策就係我嘅對策，你嘅方法就係我嘅方法，你嘅答案就係我嘅答案，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乜。所以神叫約書亞燒曬嗰啲嘢去，約書亞有冇做啊？有，唔好淨係撕裂衣服，去迫切尋求神，尋求神帶埋一個態度，你要去降服。如果你好迫切尋求神，神真係同你講一樣嘢，你唔聽，咁神點解要聽你嘅祈禱咧？嘉敏，你幫我或者嘉敏問我，偉亮，你覺得我應該點做啊？我覺得你應該做 A 咯。咁我唔聽，我做 B。跟住有人問我，偉亮，你覺得我做咩？我都話做 A 咯，但係我想做 C 喎。偉亮，你覺得我應該點啊？不如你自己諗下啦，我唔講咁多啦。明我講咩嗬？你同佢講都嘥氣啦，神都係咁樣。第三樣嘢，但係約書亞佢會起來，一齊講起來，起來好緊要，哇，好緊要，好緊要！你釘下呢個經文，好緊要，起來，起來！有幾多人衰咗之後起唔翻啊？哎呀，我又犯罪啊，我又想色情網啊，哎呀，我真係要撇啦，俾我撇一年先啦，主啊，我要撇一陣啊！主啊，我又犯咗呢樣嘢啦，我舊年又點樣衰啊，我又唔愛你，又唔祈禱啊，主啊，俾我撇埋2016先啦！哇，但係弟兄姊妹，約書亞清早就起來，因為經文話，咁就係主要我抄低箴言26章第六節，1、2、3讀好嘛？1、2、3嚟，因為義人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義人就有神嘅幫助，義人雖七次跌倒，七聖經裏面象徵
完全，二人雖完全的跌倒，但是只要他不放棄，神仍然不會放棄他。你要明白一件事，你可以去上色情網站，你可以去講粗口，你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我不是叫你鼓勵你去做，但是即使你做了，如果你願意跟隨神的時候，你不放棄你自己，神是不會放棄你，因為神想你贏。2016年裡面我跟你說，神想你贏，不要去想過你怎樣，因為二人雖七次跌倒，他仍必興起。感謝主，因為神都不放棄你，只要你不放棄你自己。聖經話希伯來書，凡靠他到神面前來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感謝主，你救不到你自己的。上個禮拜子言講是不是？今個禮拜告訴你，神要拯救你到底。你覺得幾難去搣甩嘅隱癖，神要去一刀兩斷幫你斬咗佢。屬靈真理係咩呢？是你不能面對你自己，唔係神唔能夠面對你，係你接納唔到你自己啫，弟兄姊妹，唔係神接納唔到你。約書亞做咗一樣嘢，啊，我係一個以色列嘅領袖、將軍、君王、領袖，我咁都衰喎，喺人面前仲有咩面啊？主啊，我接受唔到啊！神話，我接受到你就係咁衰啊！同我起身。不要在那裡埋怨，不要在那裡點床點隻，神話你要起身清早那隻，我不說誰，我剛這個禮拜跟一個人 去提醒他，跟著氣氛有點緊張，即是都有點眼淚，我真的事後有點回想這件事，我都是覺得值得的，因為我覺得神是要這樣提醒我們生命是好乜嘢，我都試過俾人哋，我唔知有冇呢度我講，我喺新年嘅通宵祈禱會俾你就鬧，喺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鬧，即係我只能講一句，好多謝提醒，真係超樣衰，咁冇辦法，嚟過咯，清早起落，認下錯，輸要輸得起，你就能夠贏。我想問你，有哪一個出色的運動員是未輸過波的？你們知不知道運動員？有沒有看運動？勒布朗詹姆斯知不知道？高比拜仁知不知道？知道。高比拜仁有沒有輸過波？有。如果一個幾好的運動員，他害怕輸波而不打波，他有沒有成就啊？沒有成就。就算你幾唔中意一樣嘢，你可以發冷雜，我哋廣東人叫做推牌，明唔明啊？唔係嗌打麻雀。唉，玩啦！呢啲人就係咩咧？驕傲使佢輸唔起。你可以推牌離場，你可以打波打得衰離開籃球場。不過我話俾你聽，人生係一個你永遠都離唔開嘅籃球場。你打波唔叻可以轉跳舞，你叻啲；你跳舞唔叻可以打羽毛球，你叻啲。但我話俾你聽，人生你學一樣嘢要輸得起。我琴日祈禱會阿 Sharon 同我講嘅，佢話有一個佢家姐學校嘅中六生，唔知點解喺個唔知係咪 WhatsApp 留咗一個言，就話要跳崖自殺啦，而家都揾唔到佢。香港人，香港年輕人，我鼓勵你，香港呢個社會睇小你，你唔好睇小你自己。成為一個有抗逆能力的年輕人，即是說，他偷了一個賊家，我要死啊！我沒事，為什麼不夾的？我要死啊！不要驕傲，自我形象在神裡面找，你輸得起，約書亞輸得起，從來都不是神接受不到你是那麼差，是你接受不到你自己的。所以告訴你，波界左邊有誰跟我說，神接受你的。最後一件事，2016年裡面我們要決意將一切連累，一起說連累好嗎？我們要將一切連累，我們要扔進去垃圾桶裡面。因為在第24節，請聽我讀，約書亞就和這班人和那銀子，一起再讀好嗎？24節1、2、3，和那銀子、那件衣服、那條金子和亞干的兒女、牛、鹿、羊、豬、狗、貓、老鼠、曱甴、草蜢、昆蟲，我噏嘅呢啲聖經冇。
所有嘅都帶到去亞各谷裏面。你明唔明呢個經文講啲咩啊？唔該你上網唔應該睇嗰啲嘢抌咗佢，唔該你屋企唔應該做嘅抌咗佢，唔該你手機唔應該裝嘅 Apps 鏟咗佢。如果個 Apps 使你核制嘅，唔該你神話2016年裏面同我抌曬去垃圾桶，因為嗰啲嘢係會連累你嘅。所有一切連累嘅嘢，唔該你抌曬去。朋友，如果佢呢個朋友你同佢好 friend， 而佢會影響你嘅，抌咗佢咯。唔係抌咗垃圾桶，唔係殺咗佢，遠離啊！聖經話濫交是敗壞信德，濫交唔係講緊婚前性行為，濫交係講緊胡亂嘅去識朋友。箴言提醒我哋要謹慎選人，年輕人你要謹慎選人。我再講多次，年輕人你要謹慎選人，將呢啲嘢抌曬去。你唔抌嗰啲嘢係會連累你啊！我好想愛主，點解我冇力嘅？嗰嚿嘢都未抌啊！我好想去祈禱，但係點解經歷唔到神嘅？神話你未抌啊！我好想去做一樣嘢，打大城，咁細個城都打唔到嘅。神話你未燒啊！燒曬佢，牛羊燒曬佢，帳幕燒曬佢，所有嘢唔應該喺你心裏出現嘅嘢，燒曬佢。我以前好中意睇温玲玲嘅，感謝主，我冇睇好耐啦。唔係温玲玲係一個邪惡嘅電視台同埋節目，係只係我太軟弱啫。我睇嘅時候會使我分心，咁咪唔好睇咯。我又唔覺得好，一開始頭幾個禮拜真係覺得心癢癢嘅，但係好得意嘅習慣嘅嘢，你習慣咗就冇嘢咯，係咪？我又見到今日會唔會年輕啲啊？冇睇温玲玲，冇啊，係咪？都係咁嘅樣啦。OK 的弟兄姊妹，亞各谷神話要埋葬，葬曬佢先至再行前一步打仗，因為嗰樣嘢會咩話？連累你，連累你啊！將所有嘢抌曬佢，抌曬佢，以此為記，要令到以色列人列世列代都記得，將你生命裏面嗰啲當滅之物抌曬佢，唔好攔住你。流行曲有冇啊？將你手機、iPad 任何嘢嘅流行曲，今日鏟曬佢。我以前係勁中意聽流行曲，係勁啊！任何只要我一個人嘅時間，我就會聽住耳風啦。我而家冇聽啦，甚至我聽到都啲反感。唔係嗰啲人係邪惡俗心，係因為我想保持我嘅清心。不要呃自己啦，流行曲不影響你，不要玩我，不要呃我啦。上網不要上咯，有時無聊睇下 Facebook， 真係咁多嘢睇，又有啲色情廣告，有啲唔知點解個 fan post 咗啲唔知點解嘅嘢，又俾我睇咗，唉，又要悔改啦。動畫有冇啊？唔係一本本嗰啲喎，手機都動畫喎而家。OK， 抌咗佢。電視睇咩電視呢？不應該看的扔掉它。煲劇有沒有啊？還煲？很忙的，你讀書 DSE 的了，扔掉它。一切難作，你說了，好，你知道我說什麼，你自己想吧，扔掉它，因為神話連累你，聽清楚嗎？很清楚，我們一起面對神的話，一起起身嘛。神話不要連累，神想你贏，不過弟兄姊妹，你想不想你自己贏呢？今天的問題是神想你贏，不過你想不想你自己贏？你輸不是因為神不想你贏，你輸是因為你不想你自己贏，你不肯扔那些當滅之物。所以我們一起祈禱，有些東西不要只騙自己，有些東西影響了你尋求神，甚至乎一些關係、一些愛好，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是聖靈去光照你，是很痛，是很痛。我講一個小小個人見證，我嗰陣時其中一樣嘢我信到主，就係因為我嗰陣時未信主嘅時候，同一個佢話即係基督徒嘅女仔一齊拍拖。我真係想去尋求神，但佢都話係自己基督徒，但佢完全冇活出基督徒嘅模樣。我又唔可以話佢唔信主喎，如果佢真係完全唔信主，我都可以
一刀斷就分咗佢。但佢又話自己信住喎，但拖埋我落水，其實互拖啦係。結果神用咩方法呢？唔係我自己主動分手，係神一刀剁落去。哇！嗰刻真係好痛。一見到乜都唔講就話同我講分手，嗰刻我知道神太愛我啦，神知道我要拉我翻去，跟住就冇嘢講，即刻翻屋企。我仲記得搭火車，你唔知咩叫火車啦，即係火車同埋地鐵係未合併嘅。OK， 搭緊火車翻，我住大圍嘅。大圍嘅時候，我即刻打俾我 friend， 我同佢講係啊咁啊，跟住佢就安慰下我，跟住我翻屋企即刻將我手機裏面佢嘅 contact delete 咗。所有見到的相、禮物抌曬，我想告訴你，不要亂咁拍拖，除非你很肯定你一個人拍就到結婚。如果不是，告訴你，你以後的中學聚會分了手，你會很尷尬。你以後沒有再中學同學聚會，因為你永遠都會避開尷尬的情況。或者你可能不是拍拖，你是其他的東西，但是拍拖很開心的。不過分手呢好傷嘅，你夠唔夠你嘅心智 handle 呢樣嘢？或者一啲唔一定拍拖隱僻，其實神會赦免你。不過今日我仲要去承擔我過往犯嘅罪嘅一啲後果，所以我想鼓勵你，我唔係想責備你，但我想鼓勵你，我想話天父想你贏，你要相信呢樣嘢，弟兄姊妹，神想你贏，神想你嘅生命豐盛，神想你嘅生命有意義，神想你嘅生命可以有神嘅同在。神想你有爱，神想你有喜乐，神想你得胜，神会拯救你到底。头先经文话：二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唔紧要噶，可以翻转头噶，唔会太迟噶。2015发生咩都好，抹咗佢。今日神话要接受你，神话要接纳你，所以我冇举高你双手啊，好嘛？我哋为自己祈祷啊，为自己祈祷。主啊，帮助我哋。系啊，如果你有恐惧嘅话，唔好再去喂养你嘅恐惧啦。神话不要怕，你要相信我。不要再喂养你的恐惧。开声，我为你自己祈祷啊！就算敬拜都未开始，你都可以开始嘅。你为你祈祷啊！主啊，你想我赢嘅。主啊，你想我赢嘅。主啊，二人虽七次，自己噏啊好嘛？成日去咁样读呢个圣经啊！二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你咁样去宣告啊，去对神宣告，对你自己先宣告啊！主啊，多谢你，二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主啊，我相信，二人虽七次跌倒。我哋成一齐噏啊，成日宣告呢经文啦，20-30次我哋嚟啊，宣告人需七次念到，我仍必兴起。多谢人需自己嚟啊，人需七次念到。人需七次讲到你嘅心相信为止，对你嘅心讲啊，对你嘅心宣告，我嘅心啊，你要相信，人需七次念到，仍必兴起。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宣告，仍必兴起。主啊，你话仍必兴起。主啊，你话仍必兴起。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讲到你嘅心相信咯，一步一步嘅去入啲，越讲越啲，越讲越深。呢个叫归心嘅祷告，呢个叫归心嘅祷告，让你嘅心慢慢去食到呢个经文啊，去嚼多啲。人需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主多谢你，人需七次跌倒。哈利路亚，主多谢你。越讲越有信心嘅你会，越讲越有喜乐嘅，越讲越有盼望嘅。人需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哦，多谢你，主，仍必兴起。系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哈利路亚，我一齐做祈祷。天父，我多谢你，主啊，你话人需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主啊，你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啊！因为耶稣，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啊，多谢你，主啊，多谢你，哈利路亚。我年少时候的救主，我年少时候的救主。
生命不是人世间能看见，与你一起向前，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因你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能为你而活，我永远的救主。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生命的救主，有你的话语心安息，所有赞美都已不足够表达我有多爱。主，我们要随便当面敬拜，有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有你同在，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听见主你对我说。主，多谢你喜悦我们，只要我们虽跌倒，我们仍然会兴起。哈利路亚。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多谢你耶稣，看到我们
好想我哋去喺呢个亚各谷里面销毁、除灭、埋葬一切嘅当灭之物，让到呢啲嘢不再连累我哋生命。2016年里面，神要使我哋得胜，神要带我哋赢，但系神邀请我哋愿意嚟到佢面前去除灭当灭之物，以致到我向你转移，我再一次赐福于你，我再一次与你同在。所以好唔好？如果我想邀请每一个你意想回应嘅，你拱开你隔篱嘅凳，你嚟到前面跪喺度，我想好简单，有十分钟嘅时间，领袖每一个为你好快祈祷。我今日唔会用好多时间，但我想你真系回应嘅嚟到前面啦。如果你想回应嘅，你嚟到前面，你跪喺度啊，好唔好？你跪喺度话俾主听，主啊，消灭佢，主流行曲消灭佢，手机 apps 铲晒佢，上网嗰啲嘢铲晒佢，主啊，嗰啲无聊嘢消晒佢，主啊，你帮助我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日系我哋自己嘅时间，今日我哋众民要自己，因为神要去帮助我哋。我请嘉宾带领我哋唱啊，嘉宾带领我再唱呢首诗歌，其他。不用鼓，不用吉他，我們每個人來到前面祈禱，好嗎？今天一個可以，領袖的你見到弟兄姊妹，你按你感動嗎？為你祈禱，按你感動為你祈禱。